我跟你讲，甩面也是个手艺活，没有你们想那么容易的。哎。而且好像甩不太成功啊，断了一条。我看人家在那个海底捞甩面，在什么吃什么巴奴甩面，大家都是哎转一圈，哎哎哎哎哎。又断了，不过还行了，这一条很完整。啊，我们平时吃烩面，比如说在家里，我爷爷问我怎么吃烩面的话，我都会问：找粒儿，你吃一皮儿还是两皮儿？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一皮呢就是这样，这叫一皮。然后呢就是一皮面，那两皮呢就是两皮，对，哈。我们先把一皮面下锅里。我们再来甩下一皮。一般呢，我从小吃面呢都是吃凉皮，每次。希望我这一次甩的稍微成功一点啊。哦，这次好像成功的概率稍微高一些。来点花活，来点花活，嘿！不好意思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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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努力了，努力了，有努力过。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行，我要是去打工拉面的话，估计我已经被开除了。但是咱虽然这个甩麦就是甩面稍微差点啊，但是这味儿啊，绝对我敢保证还是正宗的。OK。